清净的境界啊，都亲像水晶如镜，这就是啊，无有烦恼的境界。所以经文内底安尼讲，无惑烦恼。当初在灵山会上听佛说法啦，所谓大比丘，当中呢是大阿罗汉啦，阿罗汉已经住了已尽了，住了已尽就是无惑烦恼啊，烦恼拢总无啦，这就是伫咧赞叹诸大阿罗汉太得意理啊，就是已经下了重担。那人啊，烦恼呢，好亲像迄个担真重，甲咱带掉咧。这个重担呢，哪会当甲伊放落来？那就轻松咯，轻松就是解脱啦。所以呢，弃下重担，证阿罗汉果，这是太得机理哦。但是呢，阿罗汉也未成佛咯，就是干那证果。对啊，迄个时阵，法华会上啊，佛陀舍弃了过去方便法，开始啊，就是啊，要说大乘法。大家人也可会记得，法华经之前，佛陀呢，离言法华，那就是无量义经咯。无量义经啊，已经呢，甲在修行者参加一切的众生啊，视同一体，因为不忍众生苦啊，以运用佛法入人群中啊，这是《的无量义经》啊，伊的精要。所以阿罗汉啊，过去所证的小乘果位，现在呢，就是要转为大乘，所以应该呢，就是过去所证的阿罗汉果，自具自利解脱的心量，也慢慢呢，一直下去哦，转效为大。但是这个所在，我在伫咧解说讲，下去重担。正阿罗汉果者，现在那一般啦，就是有余涅槃，有余涅槃还未到达无余涅槃，所以因三界分段成数，迄、那个因啊，虽然呢暂时安尼可灭，但是呢现有业。的身躯，还个呢存在啊，也未止啦。今生这个身躯啦，也个是呢，也未了脱。同款还个有生死啊，无同的生死，但是呢，长短嘛是无法度通好去预料。不是讲啊，证阿罗汉果啊，伊都修真长啊，生死自在啊。也不是讲证阿罗汉果啊，都未接受到意外的果报，不是安尼哦。所讲的，就是内心，咱的内心烦恼气滞，伫这世人知影，无过再去结着未来的因。缘果报，过去的因缘果报也是存在，断去了未来因缘果报是现在所修的，
所以现在呢，还是同款，还搁伫忧郁涅槃。阿罗汉已经证到阿罗汉内心清净啦，不受生死烦恼困扰，安尼啦，用正地解脱，乃当正地解脱啦，即位正无余涅槃。就是讲，即马现在虽然啦，拢无甲人结无好的缘，无有看未来的伊那缘呐，但是呢，对生死真自在，这呢，则叫做是无余涅槃。所以修行，咱必定爱知影讲，爱将内心的烦恼先去除，出家。其实是在家，同款一切为心做，所以啊，心有烦恼，无明了失啊，唯有结未除。咱一直咧讲正阿罗汉啊，心得自在。咱要安怎会当通好心得自在呢？都爱尽诸有结。爱真自由结啦，因为呢，咱有真多的烦恼，拢是来自迄个结结啦。那平时咱叫做结，那看人伫咧有烦恼的时候，就讲安怎？你的心阁拍结啦，是啊，打结啦，拍结呢啊，都是扭袂开呀。咱的心啊，那是怕干的，就是烦恼，所以尽诸忧结，尽就是完全去除的意思。烦恼啊，拢总净除掉啦。烦恼呢，拢总净除掉呢，就是啊，得到断烦恼啊，不复生无明一定。无明那无可生，得到现前呐。唔就是甲大家人讲过去，得就是得，你不修不得啊，不得都无得啊。修行就是要去除烦恼，咱过去的习气安怎来去除？这呢是真重要，所以咱呢不断不断将咱日常生活中的习气，咱爱改。气滴，气滴了，迄个湿气呢，就是断无明，断了无明呢，断一分的无明，心中一分的慧明，这叫做得哦。那因果不忘啊，万有因果呢，也个有啦，也个有无好的因，那。结无好的缘，自然啊，这个无好的报呢，这个果实一定还搁伫咧，所以必定爱将根断去，根本的无明，你若无断啊，一丛树啊，你敢那
该断手尾啦。但是伊个根也伫咧啊，迄春天哪来啦？季节哪到的时，伊就是春季不硬啊，同款的，搁在开花结果。所以讲起来，因呐、啊、一定爱断，因呐无断呐，那果还是同款在生。所以因果不亡，就是一个有造作的业。所以咱不是干呐短暂的时间，讲我改啦，我改啦，改一时那无彻底啦。同款的烦恼搁生起来哦，所以啊，也搁有啦。啊，有啥物呢？就是有结，就是结，也搁有存在造作。因为咱的习气也伫咧啊，看到无缘的人，咱还是呢，对伊还是无缘，还是看到袂欢喜。对有缘的人，不管伊伫咧讲虾米话呢，真侪个烦恼事啦，咱按单接收，看伊讲偌济烦恼，咱拢个接收起来，将伊个烦恼变成咱个烦恼哦。这就是咱一个分别心嘛，有缘无缘呐，咱一个分别哦，所以咱一定呢爱定定。警惕家己的心，在人我是非中啊，凡事呢爱真平淡，都亲像呢，迄、那个水真静啊，都会照人的面，照周围的环境。所以定阿讲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也就是讲水面呐、啊。那是平静啦，月明才一个尔。但是呢，只要你有静水的所在，都会看到月。这就是讲咱人人佛性本具同款的一个佛性。但是呢，人人的心若静落来啦，明月呢，就伫咱的心中哩哦。所以心静袂落来。就是因为有结存在，心也未定啦，结也搁拍掉咧，也搁甲咱定掉咧，所以呢，也搁有。都爱尽自由结吼，才袂过去惹来呢未来啊业随心啊，又唔知要过去多一道生，咱拢唔知六道中啊根源未断啦，所以造作呢就是六道，咱还搁伫六道中呢，伫咧轮回，无法度呢家己。自助讲过去啊，咱道家自旁啊，行愿再来，这就是啊，咱家己的心以这个人间有欲啦，那不是随业吧？所以呢，咱那是随业呢，由不得自己。在六道的内底，唔知要到位，未来的去处呢，也。由不得呢，咱选择吼，这就是咱的烦恼啦，也未断尽。这个所在，咱就是讲断自忧结，心那有烦恼无明啦，烦恼入心呢，拢是短暂的，真紧就流失去啦，流掉拢是烦恼，这拢总是咱的无明嘛。就是因为呢，结也未止啦，所以咱
定爱甲这个甲气滴，啊，这个结有纠结、爱结、悔结、慢结、无明结、疑结、见结、痴结、执结、见结，看到啦，咱人啊，以爱欲啊，三生烦恼。啊，那是取不掉的呢，都是真悔，内底内心呢，都真懊恼。啊，那得到的时呢，世间大行伊拢有的时，他就万骄万呐。有的人呢，啊，大行拢未晓，啊，比乱万呐，这拢总叫做结啊，无明的结吼，那真多的无明。贪嗔痴的无明，拢总甲咱占满了咱的心灵吼，甲咱的日常生活安尼斗阵着，如影随形啊，咱的烦恼啊，甲咱的心都是安尼的动作啊，所以呢，起疑，拢总是从咱的见解开始吼，咱的见解。那未通啦，都执着，所以呢，见解呢，依我，那我要爱就是要爱，真正是执取吼，我就是一定爱安呢，看，啊那看到别人呢有成功，比咱较好，那就嫉妒吼，那家己拥有的呢，唔愿下出去，这个在见。他嘛，所以呢，这个高种一结吼，就是烦恼的因呐、啊。咱内心的这个无明烦恼的因，就是从这个结。咱是安怎滴未去呢？就是割掉嘞啦，拔掉嘞啦。所以呢，咱下未去吼、哦，所以结啦、啊，就是啊，习习的业。这个结是从过去生的过去生，生生世世呢，一直累积起来的，安尼直直白，直直甜啊！一生一世，这个烦恼呢，拢积集啦，累积安直直白掉，亲像锁啊、捆掉嘞，同款吼。这是结，这个血，血都是无明啊，过去生的无明。不明白道理，咱已经带来的今生，今生无明白的道理呢？起业作业，这个业跟业呢，搁再带着过来生哦，这呢都是叫做业，业是学习之业哈，一生过一世，不断分析过来这个业，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。习气爱改啦，改习气就是叫做修行啦。所以为自有自性因，这结就是所有的烦恼啦，所产生起来迄个经济因啦。所以这是结字呢，真正嘛是真辛苦哦。现在今地段不受好有。咱来发挥了咱的智慧，咱爱真正哩用命断断了迄个锁啊锁啊，咱若偷袂开，就甲断断。咱若甲断断呢，吼、哦，都真轻松啊，担头都轻咯吼。这个担，互咱上重的呢，就是情甲爱啦，爱欲那起来呢，那就是贪嗔痴啦，各位。真正真辛苦吼，咱人生啊，就是为了这个无明啊、老啊，或者是有结啊，安尼呢，和咱生死轮回三途六道啦，安尼伫咧轮转，由不得自己，都一直伫咧迷惑啊，安尼无法度通醒过来，真正是足辛苦的。所以叫做尽自由结。所以咱现在呢，
要修行到达阿罗汉啊，一定爱心清净，要弃掉烦恼，弃掉无明，弃掉了，一定爱尽诸幽结。安尼呢，因尽过亡，都无有搁再去啊。做迄个因呐、啊，自然呢都无有过啦吼。安尼来得咧高点吼，所以啊，不生都无搁再好有，无有讲三道啊、六道啊。啊，好难呢！安尼迷信吼，苦不堪言。各位学佛啊，真正是爱时时用心，一念的无明境界，从咱的内心起，不管外面呢安怎的纷纷扰扰啦，只干那咱的一念心，只要咱的心静落来，那心静如静水明镜，咱那会当安尼啦。心无有受外面的境界，甲咱摇动，那安尼，咱要证阿罗汉果，那就是无困难咯。其实无一定出家呢，才是会当心静啊。其实呢，在家菩萨智慧中，在家菩萨断除烦恼呢。根基那是真来啦，那是真紧就会当断除，化解就解。你看，大有人在哦，伫咱组织这大环境里啦，所以咱人人伫每一个人身上一大种经爱用心读啦，所以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。